我祝你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春百顺，万事如意，谢谢。哎呀，我发现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个个长得都像我们北京的面貌一样漂亮啊。啊，但也话也不能说绝了，有个别的朋友那模样就有点脱离群众，是吧？反正说谁谁知道，别捂脸，说你呢。长得丑不是你的过，公然跑到我们春节晚会影响别人情绪，你对吗？那个什么，后面那门开着呢，赶紧偷着走，来得及啊。不走，非让我下去把你薅上来是吧？呵，我这暴脾气，我就不怕伤你的自尊心。上来，你。把脸转过来，各位朋友过年好，我求求您了，您再说话的时候能把脸搁兜里吗？我都不爱理你，咱俩谁寒碜呢？哎，认为他比我长得寒碜的鼓鼓掌，这都算通过了。朋友们，认为他长得更寒碜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延时20到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增强夫妻性生活，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做回自信的自己。记住微信358163379。你就是冯巩啊？那你得连胡子都不长，让人一看是太监，那才是冯巩啊。不不不，你赶紧跟我走到我那个美容院去，我把你这个破旧的门脸啊好好给你装修一下。等等，你等，你自个儿的门框都快散架了，还好意思说给我修门脸？我跟你说，你呀、你得上我的美容院去，我给你好好整整。你也是开美容院的？那当然，要不然就敢给你修门框了。哎呦，站住！你是找我来美容的？等会儿，等会儿，这位可是我去年就预约了的。瞎说，他是我从小定做的。啊，跟他走，你跟他走，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我有个表弟，我跟你说有点鸡胸，到他们那儿去做了个前胸挤压术、做完了以后您再看，前胸是一马平川，虽然鸡胸从后边长出来了，但是常年背个草帽一点看不出来。你把人家前面的给挪到后边去了啊？我这也是定向拆迁嘛。对，到他那儿去，他给美容院好。他那儿我们邻居有个胖大嫂，严重的脱发，用了一瓶生发灵，第二天就有效果了。虽然脑袋上没什么反应，但头发毕竟从两腮这钻出来了。二位，听我说句话行吗？行。俗话说正人先正己啊。就凭你们俩这模样还敢给别人美容呢？让大家好好看看你们俩这模样啊，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太随便了。为了严肃纪律，你们先到我那儿去整一整。你也是开美容院的，专门为你们服务。我们的口号。